香港人民走的。金家金家银，我要大火银。新的一天，新的开始。Good morning, Lucy， 最近怎样？我今天真的没有怎样，没有怎么，超级累的。昨天睡觉睡不好，今天早上起来，衣服还没来得及洗，我就要来这里。然后起来的时候，镜头的电还没充好，然后常常丢东西，就是拿东西然后丢在地上。然后明天的 plan， 明天的住宿还没找好，所以就觉得今天肯定是很烂的一天。我平常都是怎样在想，如果早上起来很烂的一天，我就是相信接下来发生的事会比较好，就是有一个 balance off。对，现在是来到清华大学的学生食堂。就是我去过几个国家的大学，我去过东京大学，去过北京清华大学，我去过 Glasgow University， 还有香港大学打球的时候吃饭，去过蛮多的大学的食堂吃饭。然后这里有所不一样，这里我发现这里是私营机构，这里看到很像一个 food court。然后有那些比较 big brand 把风稳涨，但是可以给外面的餐厅在这里开一家店做学生的生意。粉红色衣服的小美眉问我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决定吃那家的。他才小一而已，居然看得到你，我不怕。我看到我自己也怕。今天来清华大学是参加 Eddie 的弟弟的活动，所以就看一看现在大学生，台湾大学生是怎样的。清华大学 Eddie 的弟弟金伟俊，在大学举办的中学吉他型，他们就是国中生或高中生，就是吉他型的。我现在就是玩这个龙虾拳。我在玩的时候，第一盘就直接输了，所以就是输的人就是跟着赢的人后面，所以就是跟着很多人后面。那你这也在，所以就是跟着他们，然后看最后只有一个人赢，然后剩下的就是总教，我应该是这样。好，为 Eddie 的弟弟记录一下他的人生，几年前的人生，他玩这个好像是龙虾拳，玩到最后决赛，然后输掉，哈哈。输掉以后呢，然后全部后面跟着他的人，也跟着赢的那一方的老大，然后就全部只有一个胜者回王。现在就是只有一个人赢，然后输的人就在后面，我就是输的那边。好，一直往前哦。喂，等一等，我的肩膀有那么烂吗？我跟着他们玩，就觉得是我是高中的感觉，超青春的。Damn！ 还没介绍，还没介绍。现在我就是来到清华大学，就是为了 Eddie 的弟弟办一个活动，然后就是这个是吉他琴。就是 guitar camp， 加 target audience 就是中学高中生，然后去就跟他们一起玩游戏，他们现在是分组活动。1楼上15楼，15楼下14楼，14楼下5楼，6楼下1楼，1楼上3楼，15楼下10楼，然后就是跟他们玩这些。叫什么名字啦？1楼上10楼，就是这些小游戏。现在就是吃饭的时间了，然后发现一个很大的错，我没有带自己的筷子，每一个人都有带，所以我打算用我自己的手，这两只笔都可以吃到美味的饭，来用手吃吧，不错，反正我都是印度人，没关系了。
之前的影片，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放，但是我去 call service 的时候，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他就有带自己的筷子，然后没有想到整个台湾现在真的是很推行这个环保。老实说啊，带自己带筷子，我是一辈子也没有想过。这现在是很不错的风气，大学生、叫国中生、高中生带自己的筷子，所以之后他们变成大学生的时候，再跟你之后的国中生，然后之后他们成为大学生的时候，再跟未来的就国中生、高中生说自己带筷子，那整个环保风气就会生活上去传承下去，文化。風氣就是全部人一小小部分就成為一個文化，但是我沒有帶筷子，花點都 Kiki。 現做現包香 Q 美味，謝謝美生主是小孩懂了，所以每一次都有自己的口号，先想的口号，然后就是大家念出来。气势就是东西，你懂吗？我不懂，因为我没有气势，但是慢慢学就好了。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鸡腿便当，哇塞 ，OK， 我马上来，伊达拉吉马塞，我开始味道啊。基本上你也看到，它有那个食物分类，就是厨余，你吃完那些苦啊，是放在一起。吃不完就放了，就放在一起，就是取鱼就取鱼了，然后就是盒子、筷子，所有都分好。我老实说了，我是没有这个意识，我是意识，分类，我从来都不走。所以说嘛，所以在国中生、高中生所有活动也会学到一点点，十样小事就变成一样大事，学到一点点，然后就会慢慢。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呢？风餐草那边晚会，风餐草不错，就看到现在大队超级多人在后面，我看不到后面。我们绕着走吧，不要走。那超多人的，然后就去看晚会表演。我也有看，然后他也看了，他是表演的那个，不是，他是我们学校的校狗。是哦，叫什么名字？叫麦芽。麦芽。现在呢，就是有白族客，他们组员里面呢，他们也会有写一个小字条送给你，想送你，然后我也想送给他们，送。Like and subscribe， 请 subscribe 英国留学香港仔 Moses here， 不打广告，人家大叫的是没有人不打，人叫的地方。在表演还没开始之前，我们先 flashback 一下，看看有角色的卧底在打羽球，打，在自闭，没有说话一整天，这一切发生什么事吧？蛮好看的，他们演戏很厉害。Eddie 的弟弟也给人家骂，我快要哭出来了。突然装没事的那一下，真的是傻眼，我也觉得太快，我想不到，怎么我要当火影？先去稍微旁边讲过，对，不准放出去。刚才讲过几次，如果他出问题，谁要负责？你跟我。大家说他用那个脏话会招待啊？对啊，没关系啊。那你坐着，起来。
节以后，我就骑单车，回新竹市中心，然后看到这个门。哦，这个 roundabout 超危险的，就是我就是觉得在台湾骑车、骑单车什么都没有单车路，然后就是用机车路。刚刚不知道怎么走，一定要走 tunnel， 所有汽车一起走下面。感觉只有我一个单车超危险的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违法，但是就是感觉很危险。Google Map 又没有写另外一条路，所以根本走不到。再去吃小吃看看，然后之后就算了。十点钟，蛮累的，不知道。然后有两个妹妹就看着我，我没有，我在看了、啊。大家看大家，大家看大家的时候，行吗？好，就这样吧。我的中文不好，有人跟我说搞十八下，然后我还在想搞什么，搞十八。然后什么搞啊，脚十八下了，我还以为一个妹妹跟我说搞十八，然后啊脚十八下会更好喝，好喝哦。其实我选这个新虎堂啊，我不是为了它什么什么狗跑虎跑什么，我只是想喝一些动物的东西，冷的东西。然后旁边有 Coco， 旁边有工厂，这 Coco 在英国有，工厂在香港有，所以唯一一个选择就是很痛苦，很痛苦。看到那个妹妹跟我说搅十八是吧？搞十八，我觉得很辛苦。所以现在就坐下来吃米粉，吃完米粉应该回去。这个影片就到这里，吃饱喽。所以这个影片就在这里。哦，那个很甜，但是蛮好喝的。幸福糖幸福糖带给你幸福，幸福的一生，请饮幸福糖啦。好了，不说什么干话，好了，不说什么啦。今天一天呢，就去了清华大学随便走走，但是都没有走了，基本上就是看中学季，没有的中学季，基本上就是看中学季，然后大学季办活动。好，还有那个，闷，就是一开始觉得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蛮好的，但是到一个点我就会发现其实有点闷，就是我不知道啦，就是对不起艾迪的弟弟，但是我蛮享受的，很不错的经验。你问我，如果知道什么事发生，我再去不去？我会去，再去一次就够了。不错，台湾的大学生办活动给中学生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。我们下一个影片。